这东西是真的。刚刚你们说出无级别效力了，我他妈的一点都不放在心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他妈东西是个真的。兄弟们，这你们别把对吧梦幻西游的工作人员说的那么黑暗，哪能说安排就安排啊？这些东西无级别效力兼顾，三篮子花了眼，无级别，他这个我跟你讲，他出无级别三篮子没有特技，你知道吗？这头还是老板自己打的，其他都是老板自己打的，就这一个头是买的，没有，兄弟们没办法了，这个东西已经是上线了，他除了把坚固换成再生吧。对，没特技里面最好的就是再生。兄弟们，我已经给老板出了一个价格了，看老板能不能同意，能同意的话现在立马上架直接买。目测多少钱？兄弟们，100多万肯定是有了。无级别效力鞋才三百万。300万那个无级别效力鞋子的话，它因为打黑宝石比较值得。刚鉴定的吗？是的，老板自己这号应该也不差的。老板，把这个头卖了，可以买一个，可以玩个服战号了。老板这号自己原本来也不差。